亚洲音乐节10月2号、3号一连在韩国釜山登场，这也是天王罗志祥再次重返韩国亚洲音乐节舞台，一出场就用超强气场征服全场韩国粉丝。而就在主持人访问时被问到韩秀智与家人合作过后最想跟哪位韩国艺人合作，小猪当场就把主持人 SJ 的利特给 Q 上台了。啊，那吉祥，好久不见。안녕하세요，你好。아谢谢저를비롯해우리팬멤버들이굉장한팬입니다아진짜알고있습니다对对사랑해요我爱你보고싶어我想你보고싶어요谢谢귀엽다아귀엽다谢谢감사합니다한리터交谈似乎把会的韩文全用上，小猪接下来直接展现超强语文逻辑。OK， 부산가리하네소리지라요소지쓰세요 네 요즘라지상씨가밀고있는영수증주세요라는말이래요요소지쓰세요감사합니다네라지상씨정말멋지고유쾌한분이신데오늘인터뷰너무감사드립니다 亚洲音乐节出场演出的还有 Red Velvet、 101等超强人气团体，而天王出阵这次当然带着子弟兵，也让旗下 CTO 首次站上韩国舞台。
台风让全场都燥起来。不过首次登上亚洲音乐节的男孩们，表演前在后台炸出一波不舍，百分百更独家之极，很有自信，不小心惹到老板小猪了。我们公司还有个大忌呢，就是艺人要剪头发呢，一定要经过老板的同意。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给哪一个造型师剪，发型师剪一个剪了个不好怎么办？谁负责？对不对？于是你看，对对。什么叫那个洪金宝跟成龙大哥演的那部戏《龙的心》？洪金宝大哥演的就是没有自己讲那一套，小花旦演的。然后重点是后面快把他剃掉，剃光光，保险。我们的发型师有带那个假发，不然就整场这个光头。怎么样？一模一样啊！好，你给我时间感受一下。啊！散在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泛黄，这是什么？泛黄。不要我。操！哎，这很恶心的。他们这口味是很大的。俺一国的观众看到就是不少，俺对，俺对。俺在洗，俺对，俺对，头发俺对。不过难得一起到了韩国，当然要来品尝当地最著名的国际章鱼，这可是让 CTO 的男孩们打开眼界。好啦，我的章鱼哦，来咯，直接下手，对吗？我来。啊，吸住了，吸住，就他，就他，对啊，就是这个吧，是这个。Oh my god！ 还在动嘞，还在动。好吃，是满满的香油味道。嗯，它本身没油味道。哦。哇，真的好恶心，好恶心。好了，我要把它吃掉。啊。这是老板。这是老板吗？对，老板。老板现在后面的表现是。哎，我怎么觉得他把我这里吸住了？这里，那你没嚼烂吧？我不行，我喝点水。